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那这一集是我们的观众投稿，由我们的观众投稿方蓝色的拉上对上红方是，我们就叫他 Zero 好了。哇 ，Zero 是用一个最近很火红的哦，勃艮第，又是勃艮第。好了，勃艮第大家需要知道他 OP 的地方，所以我会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一直说。那我们的投稿方拉上啊、他是用伊索比亚，那就直接看下去吧。这个天梯是单人10到11加，就1000到1100哦，1000到1100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数的对战有什么样的失误，或是配置上有什么样的、怪怪的地方，我们来大家一起检讨一下啊、那我开战务好不好？好，开战务。讲一下，我先讲我们自己的观众啊，因为，我有说嘛，我频道都是以投稿方，那我就是以投稿方的角度来解说，然后我不一定能帮助到你们什么，但就是以我多年打《世纪帝国》的经验，我看《世纪帝国》十几年的经验来跟你们解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可能比较好，那不一定是对的，不一定是对的，但给你们参考。那我先讲一下啊，你这个图哦。我觉得有点难围，所以我很好奇你等一下要怎么围，我们就直接看下去。那一样嘛，你应该是四人配置吧？四人配置，伐木打小攻嘛，因为伊索比亚暴力攻兵啊，四人配置。好，如果你有去看我最新一期的入门教学团战阿拉伯3v3攻兵国外加怎么打的话。如果你们有用心看，你就知道那一集主播讲的很详细，虽然是用干话教你们，但是我应该把你们必须达到2000以上所要学的东西都讲在里面。所以刚好这场你是伊索比亚，所以就跟你讲一下，如果你的伊索比亚跟我的伊索比亚如果是不一样的话，那可能这一集播出之后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主播的那个伊索比亚版本哎，我那一场伊索比亚也不是说很强啦，就是我是主要在讲那个观念什么的，你们团战该做什么基本配置，就这样。好啦，直接看你的配置咯。四人伐木 ,OK。OK。房屋该这里 ,OK, 那你等一下是想要这样围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还是这样小围？你要这样围可以，你要这样围也可以，反正 TC 在这边嘛。那你等一下是不是要该这样子了？那你是不是一面就防御过来了？剩的这边你等一下围不了，没关系，你就打一个强军事双弓箭场。然后我为什么要直接讲打军事？因为主播我如果打勃艮第的话，我封建一定是会去打他的，我封建一定会去打勃艮第哦。因为勃艮第我好几集里面有说了，他会点一级木，我们看一下他会不会点。哦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会不会点。目前的主流勃艮第黑暗时代一定会点一级木，基本上会点一级木。一级农的话不一定，我们就看一下 Zero 这边你的对手会不会点。没有点的话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你们都只喜欢玩啊，不喜欢学习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好啦，种田了，开农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勃艮第要直城吗？勃艮第要直城吗？为什么现在开农呢？我完蛋了，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打法。好啦，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种打法，很特别。好，主播要改掉嘴炮的个性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好，我们去看下去哦。勃艮第种田流，黑暗时代种田流，死掉了。这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我也会。这个种东西，我以后不会去批评什么。因为我们都是人哦，都是有失误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没有关系。主要是你配置上，比如说什么不正常骑手，然后不双伐木，这个主播每一天都在讲的，已经讲到有些观众已经不想听了。可是你居然不知道的话，那我还是会这一集讲。所以你等一下会不会盖双伐木呢？拉上，我不知道，看下去。然后你这边要这样子也可以，也可以。然后伺候就多做事吧。之后多做事吧。你的房屋盖这样子，哦，可以啦。哦，对啦，这样子 OK。
好，体检过了哦，你的围墙是跟我差不多的，先围一边可以。那我等一下看一下你封建会不会打小工。这边勃艮第黄金一级木，黄金一级木，我看一下，勃艮第21P一级木一级农。好啦，我先不讲这个为什么要挖黄金啦，等他打小工好不好？假设，那我先讲一下哦，你如果是打勃艮第的话，你的一级木可以再早一点点上来。可能他配置有问题，但没关系，主角是我们的拉上。哦，我只跟你们讲，勃艮第一级木现在是主流了，黑暗时代点一级木是主流了，基本上高端哦，高端。我这一个礼拜所有看过勃艮第的影片，全部都是黑暗时代点一级木的。我在我的观众头观众内战的第二集，玛丽对上勃艮第也有说过，然后我自己的观众。星之雪他也没有点一级木，所以就你们自己参考。如果你还想要玩勃艮第的话，你自己参考，没有一定啊，没有一定，只是跟你说高端都是这样玩的。那经济加成的那个效益，其实我也有说过，那你们就自己再去分析看看啦。因为我不是最强的，给你们参考而已，也给所有观众朋友们参考。好，那这边勃艮第是射箭场哦，我觉得这一个射箭场很不错。照理来说，勃艮第是打什么？打肉嘛，做一个防守流。可是你是伊索比亚，对不对？所以勃艮第这边一个兵工厂，一个射箭场，埃维里面已经点了一级农、一级木。这个勃艮第有练过，这个勃艮第有练过，感觉这个配置已经有十一加了。好，拉上这边围的也 OK， 这个 OK， 然后这边死围嘛。哇，这场我觉得我会播，我觉得我会播。我跟各位观众们讲一下哦，现在我群里已经超过100人了。然后，下次你们要投稿给我的时候，或是观众内战也好，你们一定要附上分数，或是这个是天梯还是什么的，就详细一点点，不要就是一个留言说什么哦，我前期打很好，浓得很开心哦，虐菜片哦什么的，这样你会浪费主播的时间哦，主播很用心在帮你们看每一场比赛，可是这些片我po上来，你们会被骂，主播也会被骂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平台啊，我把它当成是电视在经营啊，啊，如果内容不好的话，主播怎么样帮助你们，对吧？我这样讲有道理吧？所以就，不是说叫你们不要丢你们的对战给我，我是都会看的，只是你们要稍微叙述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，就这样而已。好啦，伊索比亚你也开农了，但是你的兵呢，你单射箭场，好，现在兵工厂 OK， 然后呢，你的对家勃艮第小工可以的哦，死围了。欸，我觉得你在场如果前期没有打穿他，你后面会输欸。你这场你贴给我应该是有赢吗？如果你们也有想要贴你们输的影片也可以哦，主播什么都会做的哦，主播都会做的，只是要有一些教育成分哦，再说一次哦。好，走进去死掉了，没有反应。勃艮第 Hello Zero，哇，他不想鸟你耶，你们十家的场都是这样吗？走进来不想鸟你耶，哇，好 free 哦。那我、又开一个城门，哎，欢迎光临，而这边欢迎光临，然后这边呢，谢谢光临，走了，不用付钱的霸王餐哦，进来参观不用付门票，好猛哦。我好像刚才说我不要嘴炮哦。这个哈，如果你给主播玩哦，我会找残血村民杀哦。我会逛到你们很烦哦。这一只可能会挂掉哦。这个，下次不要这样子哦。还好这个红方不是我们，这只会挂掉哦。不注意的时候会挂掉哦。我好像讲过很多次哎。
你们为什么封建会挂掉？就是因为你漏洞，然后让人家斥候钻进来三四只或者五只，一波就挂了。我观众同稿也有讲过，然后我最新的入门教学的阿拉伯团战，你们再去看一下，我也有讲，我很细心的讲，你们一定要检查哪里有漏洞，不然你们会亏过的话，那就随便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啦，这边要开打了。那你们在家里这个续兵的动作，我觉得都可以啦，因为你有没有一级射？有哈。啊，拉上你有吗？等一下看，我等一下看。这边有八只，拉上你出来了，拉上你一级射。OK，这边是很基本的，十到十一加的还是有一点，就是这个是要应该的，没有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打。那主播有讲过哦，双方交战看什么？看机体，看机体。哦，你是一级射，他也是一级射。那你觉得你要打强军士的话，你的控兵又不好的话，那你赶快点防，你现在有食物，但是好像你可以夹着。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拉上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四级的，你赶快卖木材换食物，夹着上，不用夹了，就直上城堡了。然后呢，你就屌吃一波了。然后这边有个高地，对不对？你就站在这边一直晃，城堡时期就杀进去，或是你要一个前置投石车。这场可能勃艮第就挂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勃艮第这个文明需要农，它的走向是可能三 TC boom 的路线。你一波强军士刚好他加了高地油啊。如果你们不想要看鲁波的入门教学或者是观众系列的话，你们再去看那个前几天那个有一场 A Viper 塞尔特对上朝鲜 Hera 那一场高端局。是不是为什么 Viper 会输掉？因为他家里门口有个超级大高地，有没有很像？在这里啊，压着 Viper 打。那如果你们双方实力是相当的情况下，你这个优势是不是很好？帮你减少操作、欸。我每一集都会说，好高地不战吗？不抢吗？不差吗？所以我觉得，为什么这边还没有上城堡呢？拉上。我觉得你就直接卖掉木头，然后直接换成食物，点城堡了。然后你的兵应该刚刚在这边了，啊，也没关系啦，反正就看下去。你们有你们的打法，我只能给你们建议而已。好，但是必须说啦，你的围墙已经围得很棒了。就是如果我玩这场的话，我也是这样围啦。说真的，哦，这边哇。你的建筑学不错哦，盖得很扎实，这个是没有动的，所以要检查，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动，没有动了。因为阿拉伯、哦、不是什么沿海森林，也不是什么空中林地什么的，那个很难围的。阿拉伯是基本款，阿拉伯跟黑森林什么的那些都是基本款，就是很好围的图哦，能围就围。当然有时候你可能又要疑问，主播。阿拉伯，你谁说好围的？有时候天图，对呀、啊，而你跟那些更开阔的图来比的话，阿拉伯是中等而已，啊，如果阿拉伯你们不想要好好练习围的话，你们如果打开阔的地图，你们会爆炸，就是这样子，建议的。好啦，长枪兵，出长枪兵，我想一下，这边是因为你没有情报，对不对？你有情报吗？你有看到马厩吗？有。好，那你出长枪兵可以。那我这边哦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打，我先讲一下，如果我打的话，我会怎么看呢？因为第一个他是勃艮第，我不想让他肥起来，因为他等一下帝王格子马直上游侠，我可能会挂，所以我会打强军士这场。然后呢，我可能会二 TC 大学弹道学，然后满科技，先把高地拿回来，然后投石车盖这边杀进去，逼他。我不知道他守不守得住啊，还是要用城堡防守还是怎么样？反正我要先给勃艮第压力，就这样啊。如果他出格子马的话，我就压着这个高地，不要让他出来就好了。然后家里是死围了，我不让他出来，我压着高地，然后再压一个城堡在这边，打地出打一波，应该勃艮第打不赢你吧？应该打不赢你啊！你不要村民爆太多哦。伊索比亚村民，我觉得120是极限，120是极限。如果为什么的话，你就去看我的入门教学吧。虽然我是打入门教学的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我所讲的东西已经到2000加以上了，有些东西啦。
那你们自己参考，你们自己参考。其实主播都有做一些很营养的东西，只是看你们要不要吃而已。那主播也尽量不要再讲干话，哦，因为有部分观众觉得主播最近都在讲干话，已经快受不了。那主播也不想要失去那个高端玩家的族群哦，因为我也喜欢播比赛，看一些营养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好好的分析。那你们能听就听，不能听就也没关系啦，反正质地我没有一定要你打得很强，就开心玩就好。好啦，现在对面是一个战矛阵容加格子马，那 你怎么办呢？因为第一个你刚高地没拿回来嘛，封建的时候，然后你要强军士吗？你是几 TC？ 二 TC， 二 TC 加长枪兵。我的话啦，我不会出长枪兵的，我会这个阵容加投石车。然后现在你是不是拿到高地了？赶快前置一个工程器，出个工程器。为什么主播这样讲呢？因为其实哦，你有看到这个重装吗？他写120。然后等一下哦，它只是攻击力变高，所以如果你对勃艮第这个文明够清楚的话，其实它就是骑士，它不是格子马，它就是骑士，法兰克骑士，只是攻击力比较多而已。啊，你不要让它贴着你打，你拉打的话，格子马就挂啦，对吧？哦，这边哦，你就直接压着这高地就好，你不要再下来了，就在这边挂。你就在这边，你不想打他也没关系，你就压着。哦，这边给你建议咯。啊，虽然你们差500分了，因为我觉得勃艮第，我看一下他有哪里有问题哦。他开 3TC， 然后你不管他，那我觉得你等一下要完蛋了，你要完蛋了，你还不赶快打过去？他现在没有什么军事啊，然后他在挖石头了，万一等一下，啊，假设他不插这里好了，他插这里，然后跟你搞经济，伊索比亚。哦，印象中应该没有经济加成吧？没有吧？如果你要说什么免费升级这个长枪兵也可以啊，但是那是很薄弱的加成啊，而且这是军事啊，对吧？主播应该没有说错。然后你点什么呢？你已经满攻了，房也有了，那你赶快上高地。你是害怕这边有投石车吗？为什么不上呢？这边我不清楚。我不清楚，我可能也没有时间一一的个别解说了啦，就直接拍影片。我觉得大家会犯的错误，我觉得有教育性质，或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会贴上来。可是必须说，我觉得你防御做得很好欸，你围得很漂亮欸，而且你是有强迫症，你有强迫症欸，大家你有看到吗？可能拉上的工作性质有可能是什么建筑工哦。一定要这样盖耶，好猛！你盖的好漂亮，但这不是这一集的重点。好啦，你要出门啦，你要出门啦！哎，还没有出门，你又回来！哇，那你怎么？你们什么时候开打？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哦。你们一定没有去看我入门教学3v3，工兵国外加怎么打？拜托，拜托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主播在里面都有教我的观众朋友们们啊，所有只要2000分以下的观众朋友们，但你们想要认真练习的话，一定要去看我那一场，因为我把我该说的，我连文字秘籍都告诉你们了。那如果以后你们要投稿，至少你要把基本流程做好嘛，觉得啦。好啦，那这边你们什么时候开打呢？好，你点帝王了，帝出打 A 波吗？勃艮第还没有，但是他可以在家里插城堡，然后把后面再过2-3分钟点帝王也可以。好，去看下去啊。3TC boom 嘛，伊索 3TC 差不多了。这边有个高地，可是你有探到吗？哼，你好像有探到，可是没有探干净。这个就是情报不足，你不知道对面在搞什么。
你不会害怕等一下一坨格子马过来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你前面是一个大高地哎、欸，那骑士冲下来，这骑士冲下来，你士兵会吓死、欸、好啦，不管啦，反正你们没有意识就算了。但我看决胜点在哪里吧，再跟你们讲。没关系，你在这个场怎么赢十1000、1100的场，跟大家讲一下哦。你就点一下一样，主播常常在讲那一套，地出打一波，用最快的速度满科技。好，我看一下你点什么，三级射，强弩兵，化学 OK， 弹道学 OK， 这边太完美了。那我有讲过，等你有这四样都点出来之后呢，你是全世界帝国里面帝王初级最强的单位了。那你还不去杀他吗？你可以吃战矛哎、欸，你在这高地可以吃战矛哎、欸。他现在是5+2，对不对？你是5+3，对啊。那你可以屌吃他了。但我能了解你刚才不站高地的原因啊，因为你打得很保守，稳稳打也可以，没有一定，你就稳稳的。应该也会赢啦、啊，因为勃艮第为什么还没有帝王啊？为什么勃艮第还没有帝王啊？勃艮第很怪耶、欸。照理来说，勃艮第会玩的话，不至于会变这样啊。不太清楚。好啦，开打啦！你们终于要开打给我看啦、啊！我看你们军事哪里有问题哦，体检。好，勃艮第冲上来，他想要高地冲，但是他忘记了。他其实只是法兰克骑士的程度而已，然后公子一家而已，没了，血是一样的哦，他没有品种。然后你们该不会要贴虐菜片给我吧？他等一下会有反打吗？他等一下会有反打吗？该不会没有反打？然后勃艮第就输了。我要制作吗？你们觉得我要制作这一片吗？今天我已经看了第六部了，可是我想分享这一部、欸、因为我讲到这高地的重要性，跟我高端局讲的那一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不是？你们再去看一下我那个 Viper 对上 Hera， 塞尔特对上朝鲜的。如果你们对我这场的转播有疑问的话，那你去看那一场高端局我的转播，是不是讲的东西是一样的？只是今天伊索比亚变成朝鲜变成伊索比亚而已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主播看到这个图，我觉得你直接打强军事了，把高地拿出来，前置工程器压着脸上打，干扰他，不要让他出关，然后投资者砸砸砸，照理来说应该就赢了，我觉得，不然就是再凶一点嘛，压着这边控住他黄金前置宝，然后你的弩兵跑来这边控制他的黄金石头，其实他就挂掉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其实观念哦，主播一场一场会说，就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关系啦。那你这边如果你遇到这个战矛，你不知道怎么解的话，你要记得哦，你伊索比亚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你化学点出来有什么？过了过了过了，这里。这里火炮，可是我看好多人都不出火炮，伊索比亚加火炮，你们知道很强吗？超级暴力输出，它的射速是加 18%、哦、然后再加后面有那个火炮在那边支援，是不是忘记了？你们是不是忘记了？你们觉得这一套阵地战强不强？所以为什么我打伊索比亚，我不会出肉马去解这个，我出火炮，因为我是暴力输出，我不一定会输战矛，只是看我要不要跟他换而已。必要时候我还是会贴上去，因为就打一波了，结束了。如果打僵持战，或者是你在逆风，你没有经济，我可能会归一下，然后把火炮归出来之后，我开始屌打这些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盾牌的东西，我会屌打哦。而且这个东西不是2000+以上才知道的，差不多单挑1100以上就会出火炮了，所以拉上你现在是1000+嘛。假设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是1000+的，
你想要打上1100的话，照理来说是你会出火炮，然后这些战马已经挂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格子马，没有看到游侠，我没有看到。那你玩勃艮第，你先不打那一套什么直上游侠这一套，然后你要打火枪兵的话，还是打弗莱德民兵？弗莱德民兵基本上是高端在玩的，那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勃艮第还有什么可以打了。你这高地堡很漂亮啊，可是早点就可以过来啦。那你这个城堡的位置哦，我觉得不 OK， 为什么呢？你一定没有去看主播我昨天还是前天发的那一个教你们的前置堡。我在讲什么？前置堡两个要点，第一个有控到它的黄金，有控到它的石头，你再插，你这个位置我觉得不 OK。好啦，你是想说控制它的木材对不对？啊，这边你已经有兵，你已经控住了、啊，你可以再侵略一点啊，过去插它。它不会有黄金的，它断金了，这里被你控了，剩这里了。啊，勃艮第没有黄金，垃圾海强嘛，不强啊，那你就赢了啊。还有第二个前置堡，如果这边有高地，你也可以插这边，只是这边你没有军队掩护的话不行啊，而且这边有围墙，那就算了，你可以再过来一点点，这些东西都被你杀爆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打前置堡，是因为前置堡你浪费了650石头插在一个，你根本不知道要，你不知道那个效益在哪里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我是觉得你们就把城堡插在家里，万一等一下是骑兵文明冲下来什么肉马什么的，你还有个防守，效益值还比较高。我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的，那你们自己做参考咯。虽然你们为什么你们打得那么焦灼啊？游侠了，完蛋了，你有出生率，你会招他吗？如果你会招的话就赢了，真的赢了，不用拖了。好，你这边要拉打哦，你这边要拉打哦。好，看一下，开始在招了，开始在招了。几只游侠？一只游侠满血的，两只游侠，好舒服哦。又是一集无孝子辛辛苦苦的把游侠养长大，结果嘞叛变啦，回到家打老爸两巴掌，拜拜，我出去了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，再见啊，记得汇钱给我，结束了。哇，无孝子把老爸掏空，结束了。老爸的经济爆了吗？爆了，没有黄金了，没有黄金，勃艮第不孝子游侠爆掉了。那我要做什么结论吗？我把所有东西都已经讲过了。第一个高地堡，第二个你的对手是后期文明，赶快来打他，因为你伊索比亚不是后期文明，对吧？你城堡已经可以打挂他了。第三个，如果你要玩前置堡的话，请你插在高地或者是人家有资源的地方。就这样，这场结束了。那这集的转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